欢迎观看本期的探影局档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帷幕，平津地区随之沦陷。日军制定了由北向南入侵中国的方针，时任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更是狂妄地对日本裕仁天皇承诺两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客观地讲，相对于华北平原可发动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一马平川，上海地区有自1932年淞沪抗战以来多年构筑的坚固工事，如引导日军改为从上海往西仰攻入侵，则更利于长期作战。同时，蒋介石认为在上海作战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干涉。不久，虹桥机场事件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在上海发起反击战。随着战情发展，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了3个月，中国军队战死30余万人，日军也因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损失严重。同时，此战也粉碎了日本妄图快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哦，一定一定。